Hello， 早上好。Hello， 我是王暖。今天是我们骑单车环海南岛的第七天。昨天晚上是扎营在村里面的一个歌舞厅，给大家先看一下环境。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是住在这里，有个棚子这边。昨天的路太烂了，然后我的车货架，哎呀，番茄掉一地，车货架颠掉了，颠掉了，等一下我还要修车，因为有个棚子，所以早上没有被太阳晒醒。我现在在煮早餐，熬点小米粥，然后有鸡蛋，兜里看看还有什么菜。啊，等一下在那个粥里面煮点燕麦，还有一个豆子、金枪鱼、骨鱼哦，还有一根黄瓜，还有苹果餐。我们今天早餐吃这些吧。鸡蛋炒那个辣椒跟火腿肠，一大锅。这就是我们的早餐，还有个拌黄瓜，实在没有碗了，这三个人咋吃啊？这一锅粥都稠了。起床吃饭了，海淀，这饭还没出啊，都已经热得受不了了。看我们家富贵的伙食，它有个肉罐头，其实还好，也就是货架螺丝掉了，看一下我新买的螺丝能不能怼得上去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同样的螺丝，同样的车子，它这个螺丝就拧不进去了，那边已经拧进去了，所以我现在只是暂时用这个铁丝固定一下，到时候再去找一个合适这个孔的螺丝吧。我们现在准备收拾行李了，帐篷还没有收。在户外扎营就这点不好，全是蚂蚁，车里面、食物上面都爬满了蚂蚁。半天了，你看这还有蚂蚁吗？还有好多，你看。咋办？整不完，整不完就当宠物养了。我富贵呀，你服我的，你个泥腿子！准备出发了，我不知道王富贵这是什么操作，他先是到田里面去搞了一脚的泥巴，然后又跑这里面来。你这啥操作啊，富贵啊？水里面好玩吗？嘿，热。耶，看样子他是不想走了，敲起来挺舒服的。今天中午没有午睡，啊，现在头好晕啊！现在快到五点了，这个时候睡好像也来不及了。累吗？习惯了，是累着累着就习惯了。睡过来疼吗？疼着疼着就习惯了。痛吗？痛啊，痛着痛着就习惯了。有爱情痛吗？爱情是啥子东西？跟爱情比起来，这种痛真的是不值一提。年轻人不要谈爱情。山山知己，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，慌乱乱头绪，不想要闪闪闪自己。干了，姐妹们，冲啊！我们还没有到达海边，然后现在是在一个公共厕所，女魔头去洗了个澡，然后我俩的话想去海里面游泳，就带一点淡水走，水袋挂着，然后还驮着王富贵。对，我的拖鞋刚刚掉了，女魔头给我捡到了。这个挂车太晃了，那你慢点啊！晚上的十点半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棋子湾，在找露营点，去沙滩上看一下。富贵呀，上车了！我现在是带着富贵呀过来，听到海浪的声音没有？我现在带富贵来到海边了，富贵第一次看到大海，咦，好怂啊！啊，现在这边都是一些沙子。不太适合扎营，好像现在浪太大了，也不适合去游泳。啊，这可怎么办？那我们再找一下。
现在是晚上的1:16了，他俩在那边搭的帐篷，然后我把帐篷搭在这边的，把衣服洗了，澡也洗好了，要准备休息了。